当时我还是很吃力的。 现在看看这个水杯成了没有？半个小时过去了。 嗯，好像还不错，我还在冒热气，好烫，我还在冒热气。 有点小翻车了，但杯子有点粗糙，估计只能做个烟灰缸了。刚才装了这个大陀螺，实心陀螺。啊！满脸的沙，兄弟们，差不多，差不多的，哇，好烫！这就是我们平常轮挂熔炼用的金属，好重。 全部放好，量还不够，我们再加把这一根熔，这一根就10多斤，这个温度7-8百度，1分钟都不用，这根件就直接化成水了。这个温度你们想想也够高。好了，成功炼化，自己进这里面，看看这个铁链锯能不能成型啊？ 这个温度太高了，哇，看一下，哇，好重，哼，这个像我的脸吗？10几斤重，哇！大家看像不像我？用1000度铁水铸造100魔兽之剑是什么体验？
金箍棒就做好了，刚刚冷却一下，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给大家看看成品。还可以吧，虽然做的不是很完美，但是乐趣，这个纹路该有的也都有了。给大家看看特写吧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不会不动。